哎，Pearl 突然消失了。我在这儿啊，我还想你去哪里了。我今天本来穿的粉的，然后想想好像你也穿粉的，那我就换吧。嗯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在干嘛？刚吃了大蒜，然后在刷牙。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，我应该。你今天玩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是吗？嗯，好玩，吃好多。嗯，吃了好多。然后我们逛了胡同，然后就对，优秀。哦，没有骑那个什么东西？有。我好想离开。